蓝宝跟童宝在花园里浇水，蓝宝突然看到地里有动静，在叶子底下爬出了一条小虫子。蓝宝跟童宝决定收养这条小虫子。蓝宝打算帮小虫子做一个家，童宝也开心地喂着小虫子。时间一天一天地过，蓝宝跟童宝照顾着小虫子。又过了几天，他们发现小虫子变成了其他样子。原来小虫子变成了一个茧。又过了几天，好像有东西出来了，小虫子竟然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。他们开心地笑了。